沙拉都是一个 set 一个 set， 就是一人一份，一人一碟，一碟一碟嘛，还是会做整堆他们自己 share。本来不是讲整堆吗？整堆吗？好，你不知道那一根的话就是没有没有没有整，现在已经吃，所以它没有那么多，但是盘子也没那么多啦。啊，我们就是做一整盘，他们自己小盘子 share。对，一个盘子这么大哦，所以你要四个人 share 的话，那个又很多哦。对啊，那你差不多每次这样一桶，其实就够一份了。好，康哥，那我们两个决定哦，摆哪里？行啦，可以，我们开始做吧。好好。哎，浩哥，你这样看着漂亮吗？可以啊，很棒。沙拉先上嘛，哈。那我先把这个冰起来。我啤酒给他先上没关系，还是要一起。可以，可以先上。可以啊。哎，那个沙拉好了，在出舱口了。然后如果那个味道还要再重一点的话，可以再跟我们申请一点那个沙拉酱。沙拉，沙拉。康哥。沙拉好了，嘿。盘子还没出来，没有沙拉跟盘子一起啊，不用盘子，他们是一人一份啊。没有，他们是一整份，他们一整份。哎，沙拉不是一个人一份吗？不是不是，我们刚刚讲的是那个啊，没有没有，大家 share。哎，怎么变成 share 了？怎么变成 share？ 对，你忘了，你忘了。怎么变成 share？ 分十盘。哎，这个是待会要放沙拉的哦。可是我没有分十盘哎。分十盘要不要拿别的？要不要拿这个？木头的嘞。这个拿分十盘好不好？不行，那个哎，用这个。没有没有，用木头就好了。对啊，用木头，他们不知道用木头，木头那个。木头不够多哎。上面有泥。我们这个，你们刚刚有讲过这个要干嘛？没有。那这个比较平，这个比较美。好，那拿那个。给我一个夹沙拉的。夹沙拉的夹子。沙拉来。第一道沙拉。好。谢谢。摩希豆是你的，摩希豆我们两位的，好，谢谢谢谢。然后接下来来面包，面包在隔壁。阿布，你们那边要准备烤一下那个大蒜面包哦。烤面包。突然换你们讲，是康哥觉得突然这样决定。对啊，怎么可以不讲一下？他怎么都不回我？阿布阿布，烤大蒜面包，你们记得吗？他有理你吗？还是他没听到？阿布阿布，你们那边要烤一下大蒜面包，提醒一下哦。阿布阿布，烤大蒜面包，你们记得吗？我现在已经在烤了，我现在在烤了。OK， 收到，谢谢。第一桌的汤碗有收回来吗？第一桌的汤碗 ，Q 他们。你帮我 Q 一下他们。麻烦帮我把第一桌的汤碗收回来好吗？第一桌的汤碗，谢谢。哎，哎，哎，这里。第一桌，第一桌，嗯嗯，所以他们，哦好，第一桌，哦不是，这是 A， 对不对？来，他们讲的是中文，不是，我没有定好，我没有说 A B C。Oh my god， 很烫，很烫哦。走啊！麻烦帮我把第一桌的汤碗收回来，谢谢。第一桌的汤碗，麻烦帮我把第一桌的汤碗收回来，谢谢阿布。麻烦帮我把第一桌的汤碗收回来，谢谢。上次没有带。汤碗收回来，谢谢。我们的石花洞都没有用进去，怎么办？石花洞都没用到，对他们都会扣这钱，真的假的啊？我们在想怎么弄，好不好？麻烦帮我把第一桌的汤碗收回来，谢谢阿布。我看一下，第一桌的汤碗帮我们收回来。好，第一桌的汤碗。你这是 B 桌的吗？汤碗，对。把这个汤洗开。阿布耳机有没有戴着？哎，是在跟我开玩笑的。我其实应该是在跟我开玩笑，但是很容易滑下来。辛苦了。不会不会不会。很可怕。主要是一直洗碗，一直洗碗。那个 cheese 没有弄到，你耳机都给我放这样？没有，他叫我戴耳机跟你讲话。没有啊，我每一次问一个问题要问36遍。